如烟，我救你。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好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先站住。启禀寨主，没想到马永贞武功了得。这不是三当家的吗？真是马永贞杀的，属下不敢欺瞒寨主。那就好。是你，师父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看见有个刺客进了您的房间。在我这儿哪有什么刺客？你看错了吧？师父，我清楚的看见了。我说过没有就没有。可是师父。可是什么？出去！出去！是师父。老爷，今天钱庄的赵老板来了，他说以前的事再找您谈谈。直接。
好呀。小兰。好的。你们小姐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哪儿？老爷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你每天都和小姐在一起，应该知道啊。老爷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爹。你下去吧。是老爷。老爷。怎么了这是？唉，最近爹上年纪了，好多事情都记不起了。咱家的藏宝图。藏宝图不就在……师父，您不是放在书房了吗？哦，啊，你看我这脑袋。师父，您的玉佩呢？玉佩？哦，我换衣服的时候忘记了，回头我让张管家帮我找找。啊，你们忙去吧。爹。师父。您先忙。永贞哥，藏宝图明明在我房里，你怎么？师父刚才说的话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反正啊，师父这几天都奇奇怪怪的。那天见到我娘，竟然没认出我娘来。好像我爹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是不记得，是根本就不知道。什么？师父根本就没有什么玉佩，而他刚才却说让张叔去找。一定是师父这几天太累了吧。嗯，总之这几天你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跟师父说太多。老爷，你下去吧。是老爷。晚了还不睡啊？如烟啊，这两天你身体不太舒服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明天就找大夫来给您看看。不用。那天你说藏宝图。藏宝图在哪儿啊？爹太紧张了，因为有人打他的主意，所以啊，
还是放在爹那儿比较安全。哦。爹，陆爷啊，东西就先放在你这儿。一定要看好了呀！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师傅慢走。兄弟同入师门，师父对你和马建武宠爱有加，说我不如你们，将我逐出师门。可是当今乱世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马建武就死在我手里。娘，哎，素贞呐，累不累呀？娘，我不累。快喊爹吃饭了。爹，哥哥。这么小，你就让他们吃这样的吧。这苦是苦了些，你强身健体不是件坏事。对对对，现在呀，他们俩都像足了你。我以后要好好学会武功，保护阿爹、阿娘还有四珍妹妹。以后啊，爹娘就让你们保护了啊。马师傅，救命啊！马师傅，爹，爹，马师傅，我是查到的伙计，一群土匪出来闹事，我们老板求你过去帮忙。好，建武，爹，没事，走。等着跟你家人说事吧。都什么人？黑龙镇马夫人，把藏宝图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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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藏宝图交出来。三弟呢？他已经死了。你，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了，我哪儿的话，咱们这不都是一家人吗？要怪也只能怪命运。可是马建虎，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建虎，爹爹爹，幼春，你照顾好妹妹。马建虎，我们寨主说了，只要你交出藏宝图，就饶你们一命。这件事儿，只有我和我师弟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哼，这你不用管。我们寨主还说，找到宝藏会分给你一半。到时候，你们也不用过着亡命天涯的日子。要不然，你跪下，师父。马师傅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他们想想。你要是不交出藏宝图，我就杀了他。师傅，师莲，救救我！师傅，师姐，有什么事儿就冲我来。哥哥，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！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，他们绑了我脸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没办法呀！饶命啊，师娘！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呀啊！没事吧？师傅！呀！这幅藏宝图是我王爷的，你拿着它去东马镇找刘铁师傅，他们
定会照顾你。王大夫，大当家，怎么样，能救活吗？大当家伤势严重，恐怕撑不过今晚了。既然他们知道了藏宝图的事儿，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见过临终前，让我把这个藏宝图交给你。是否临终前交给我和师兄一人一半藏宝图，让我们是分别保管？可是大嫂，我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刘师傅，但说无妨。我看永贞骨骼健壮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。剑虎是教了他一些。我想收他为徒，继承师兄的遗愿。谢谢刘伯伯。刘师傅，这有何不妥？受剑虎所托，藏宝图我已经交在你的手上了，也算是对得起剑虎，所以我们就此告辞。大嫂，难道你就不想让永贞继承师兄遗志，日后为师兄报仇吗？娘，我们留下来吧，我要跟刘伯伯学武，我要为我爹报仇。报仇的事情以后不许再提。刘师傅，为了守护所谓王爷的宝藏，剑虎已经死了，我们现在家破人亡，我不想让永贞和素贞再踏入这险恶的江湖，永远活在仇恨之中。我们走。大嫂，现在世道这么乱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你们孤儿寡母去哪里呀？要是再出什么事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师兄啊？老爷，马场那边重用需要人，您看。对对对，我家马场正缺人手，马夫人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帮我管理一下马场，也可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日后再做打算，如何？爹，这是小女如烟，快叫伯母好。伯母好。哎，这是你永贞哥哥，这是你素贞妹妹，以后他们就住在我们家，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了。参见寨主，都是属下无
连个孩子都找不到。请债主饶命，请债主饶命，请债主饶命，债主饶命，请债主饶命，都是属下无能，请债主饶命，请债主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请债主饶命，请债主饶命，债主。寨主，以后就是二当家的了。多谢寨主，多谢寨主，多谢寨主，多谢寨主。永贞。永贞，你一定要听我放手啊！我不曾收你为徒，你为何叫我师父啊？你指引我到这里来找你，不就是为了教我武功吗？永贞，你天生聪慧，骨骼健壮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为师教你武功，是为了让你保护你身边的人。徒儿明白。你练武的事不要让你娘知道。至于以后，只能看天意了。出拳要有力，摇马合一。永贞，你想要为你爹报仇，就要练好武功，想要练好武功，就不能怕吃苦，不能怕疼，不能怕累，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。好，一炷香以后我再过来看你。结束。
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，你娘怎么回事？嫌弃我吗？如烟，你知道的，我娘她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管。如烟，又想你爹了，娘。这一算呐，也已经有十年了。要是你。老爷，
天很晚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永贞为什么不同意。老爷，您是在想他和小姐做亲的是吧？是啊。马公子心里在想什么，老爷您应该知道啊。他最想替我师兄报仇，可是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马公子是害怕连累了老爷和小姐啊。我是越来越老了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嫣儿和藏宝图。本想着让永贞和嫣儿成亲以后，让他继分我这份家业，接替我守护藏宝图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我死了，也没有什么遗憾。哎呀，老爷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守护着他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这是他的遗愿，我怎么能够辜负他老人家呢？何况师兄又是因为藏宝图而死，如果不让永贞和嫣儿成亲，就提出让他接替我守护藏宝图，马夫人肯定不同意。老爷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能行不能行。马大哥。客官需要看刀吗？把你们这儿好刀都拿来看看。这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刀，随便看。还有更好的吗？老板，贵客到。客官，这么多把刀，有没有看得上的？我要这把刀。眼光不错，这把刀可以卖给你，就看你配不配拥有它。怎样才算配得上这把刀？答应我。是我圣旨部，我们再来比试。不必了，这把刀送你了。什么？一个真正的高手
不光武功要高，更要一身正气。你拿了这把刀以后，也意味着你的责任也就越来越重。你想清楚了没有？师父教导我，欺师灭祖的事情不能做，违背道义的事情不能做，欺压百姓的事情不能做，一定得侠肝义胆，绝不恃强凌弱。哈哈哈哈，心正刀则正。谢谢前辈。走吧。真去报仇，况且他也长大了，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啊，永贞高攀不起。马夫人，你这是哪里话？我和师兄情同手足，何谈高攀呢？难道是您看不上小女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如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也很喜欢。可是如烟。如烟，全凭爹做主。永贞，你的意思？哥，永贞，你喜欢这把刀吗？喜欢。但是，我不能娶如烟。为什么？如烟，哎哥，如烟姐，永贞呐，元英姐姐，你别哭了，我哥他是喜欢你的呀，他亲口跟我说过呢，他说你又温柔又漂亮又贤惠呢。可是
可刚才妹妹说不愿意娶我。哎呀，她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，她明明跟我说过她喜欢你呢。谁获得了这把刀，就把小姐许配给他。我想把如烟许配给你。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师傅，是因为今天的事情吗？永贞，你学武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给我爹报仇。报仇真的那么重要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些土匪的残忍，他们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让我每晚都梦到我爹痛苦的样子。你想过吗？即便是你报仇成功，你的父亲也不能死而复生。万一失败，那些土匪会放过你吗？你娘素贞、如烟怎么办？我教你武功是为了让你保护身边的人，不是让你报仇的。师父，你教我武功不也是为了让我接替你吗？只要宝藏还在，他们迟早会找咱们的。谁来了？你呀、啊、你，昨晚我和如烟姐聊了一夜，至于以后嘛，暂时原谅你，看你的表现了。好了，今天是如烟姐生日，我们要出去玩了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如烟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还算你有心，是吧，如烟姐？来，拿着，以后好好表现你啊。走啊，赶紧走啊，还愣干什么？走。来，如烟，我救你。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好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
永贞，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只要交出藏宝图，我念在咱兄弟的情分上，放你一马。刘洪，兄弟，你回头吧，回头。我怕寨主有所不测，所以前来查看。不测？你是打藏宝图的主意吧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担心寨主的安危，不敢打宝藏的主意。知道就好。敢打他的主意，要了你的命。属下的命都是寨主的，属下不敢。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师父啊。你不是我爹。我爹在哪儿？对，想要你爹。藏宝图拿来。休想。我就要替我爹报仇。刘洪在哪儿？
他已经死了。你是谁？他的眼睛，我的脸，这十年来我受尽了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什么？那你来当债主，我肯定相容你，啊！我求你了，我要相容你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啊！求你了，啊！我求你了，啊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那我们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带上来。走。师父。永深老实。马永真，把藏宝图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你师父。永深，不要把藏宝图交给他们。闭嘴。我不知道藏宝图在哪。永深老实。你是在逼我吗？爹，藏宝图在这儿。走。呀！小心后面。你呀，如烟，如烟，再也照顾不了你了，你要自己好好活着啊。爹，永真哥，接刀。
娘、素贞，爹和师父还有如烟的仇已经报了，我要去上海了。你们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在上海闯出一番名堂，一定会来接你们。写的是真的吗？藏宝图可是千真万确。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宝藏里的金银珠宝都是金爷您的了。来人呐，马永贞企图造反，对我军不利，立刻缉拿。